即係有隻狗喺度係可能俾個印象係可愛啲啦，或者可能係佢唔明白你講咩噶嘛，佢唔理緊心情係咩噶嘛，咁所以望住佢自然地有種舒服嘅感覺咯。其實攞到呢個成績都是非常之意外，係冇諗過嘅，係啊。咁我就係諗住去英國嘅劍橋大學去讀經濟科。咁我就想做一個醫生啦，咁所以我都有報咗醫科嘅。咁我就唔係好認同通識科係一個會使人老嘅科目啦。咁我其實通識都會令到年輕人對時事多有關注啦，無論係國際又或者香港本地都係多咗一些政治的熱誠，而且他都會教到我們有批判性的思考和多角度去看一件時事。還可以，但是中文科即分卷裡面是有點失望的，這張東西是影響了我的前途的嘛。他盡了力㗎啦，因為佢我見佢枕住嗰個幾月咧，係好似即係簡直地獄式咁樣嘅去操。我就冇乜嘅，即係始終都係佢自己行嘅條路，所以就即係佢自己努力咯，係啦。就係希望佢喺大學裏邊咧，學識更加點樣去面對將來嘅人生咯，呢個反而係最重要咯。